Hey,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个新词，宅。宅的意思就是家，房子。你看这个字，是不是很像一个人坐在家里？宅现在的意思就是一个人特别喜欢在家里，不喜欢出门。宅可以是一个形容词，我们可以说，我很宅。我是一个宅男。宅也可以是一个动词，我们可以说，喂，哦，我在家宅着呢。现在很多人都宅在家里，那么你是一个宅男，还是一个宅女呢？这里是 Mandarin Shorts， 我是峰峰，学中文就在Mandarin Shorts.